事实在等个结局，等故事在延续，你演了成好几个喜剧。要忘掉一个人，也许心里要带点怨恨，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，我却有多愚蠢。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。你是否有超能力，说完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？不可思议，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。我太你是否有